乌龙茶制作技艺。叱咤饮料界的几巨头，谁能更胜一筹？当属茶为最。茶叶的发酵程度不同，滋味也各有千秋。红茶经过完全发酵，口感醇厚，绿茶往往不经发酵，气味天然，清香爽口。如果既想体验红茶的浓郁，又想留住绿茶的清爽，半发酵的乌龙茶无疑是最佳选择。相传在清朝雍正年间，福建省安溪县的一名茶农在采茶时看到了一头肥美的山獐，一心想品尝野味的他不顾身背的茶篓，就去追逐那山獐。满载而归后，他更是把制茶抛之脑后，直到第二天才想起来。神奇的是，茶叶在篓里经过剧烈的摇动，又加上一夜的搁置，竟散发出独特的芬芳，冲泡起来味醇甘厚，又无苦涩，别有一番风味。这两道颇具乌龙色彩的制茶工序一直传承至今，被称为摇青和晾青。摇动与静置反复交替，茶叶的边缘先得到发酵，呈现出绿叶红镶边的奇特现象，也带来了乌龙茶独特的韵味。乌龙茶制作技艺目前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凝结着匠心精神的安溪茶从此焕发蓬勃生机，依靠特色茶产业，安溪县也实现了从贫困县到全国百强县的华丽转身，更是获得了中国茶都的美誉。